挑战答题，你的回答是惊喜不断。正确。升级到家第四季，辗转全国各地，不出门不花钱，分享生活妙招，升级家里旧物，我们会随时出现在你家门口。交换空间特别节目《升级到家》第四季，现在出发，升级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升级到家国庆特别奉献，走遍大江南北，分享生活妙招，挑战智慧答题，升级家庭旧物，和您一起欢度国庆长假。松花江水波连波，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。各位好，现在我是来到了美丽的哈尔滨，在这个炎炎夏日当中，能够来到这个避暑胜地，享受一份难得的清凉，的确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。说到哈尔滨呢，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冰城，但今天我要说的是音乐之城哈尔滨。因为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里，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像我身后这样的跟音乐有关的景致。到了，在来哈尔滨之前呢，我就听说这个东北姑娘性格特别的直爽豪爽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家庭里边，有一位地地道道的东北姑娘啊，爱玩爱笑爱闹。不过在我们的答题环节当中，她到底能不能够笑到最后呢？这个一定要拭目以待了。好在只是二楼，就是这家，你敲门了。你好，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来，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，进入升级到家官方报名平台，参与我们的节目。哎呀，这东北人就是热情啊！那必须的，特别是东北姑娘，性格又豪爽、直爽，是不是？杠杠的。刚刚的，宋老师有没有对象呢？啊，有没有对象啊？没对象啊。那你在我们这东北划了一个。真的吗？那必须的。没对象，有夫人。回去交不了差了。看见你打电话，嫂子有来电显示。你看你这一句话，马上这宋老师这脸就砰就红了，火气上扬了。是是没错，哎，咱们唠点别的呗，行吗？啊，行行行，那咱们就说说这个火气的事儿。然后那个，对，我看你就有点上火。真的吗？嗯，都能看出来啊，我可上火了。那这事儿，那我帮你，我就介绍三个穴位啊。按压这样的穴位可以让身体的火气自然下来。那首先我要介绍一个少府穴，它是在四五指的这个连接处。你要找不着没关系，我帮您给上下了。哎呦我天哪！你回家之后你也可以自己按。对对对 对。这主持人好当吗？你说，给画一个。非常准。然后呢，用这个关节处这个按压，如果有酸麻胀痛的感觉，哎我天哪，就证明它是正确的。哦，真挺疼的，我觉得。哦，对呀。这个效果会立马显现吗？这什么？因为是物理疗法，它会慢慢的来，但肯定慢慢对，肯定会有效果。慢慢的增加力度啊，力度，啊，这个可以。天哪，就是本来很有火气，就会起到效果。本来是这样的，我很生气，然后突然间，平缓了。对，还有一个叫少海穴，少海穴在，对，它是在这个位置上。这儿可能会更疼呀，我觉得。对。对这个更不好找，对，真的吗？对，这个也得，这个得画个圈儿带。天哪，你给我画成这样，我回去怎么交代呀？我。然后这个啊，不一定可以揉，我们还可以就是，对，就可着这个穴位，对，去刮。哦。对。哎，这个刮比刚才那个按要舒服一些，我觉得。对，一般孩子来刮，要是成人的话，基本上还是按的。啊。好。就两个就搞定了，对不对？那您还想有第三个吗？我不想。这个可以有，真的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叫合谷穴，我们所谓的虎口。啊，对，虎口就这里。对，然后呢，助理，啥意思啊？还得画呀？天哪！哎呦，这个吧，就是那个，这样就是去火去得更好。对，小鸡吃米虫，真是。好，然后还是按压这个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下火，这个下火特别好。就是这样的三个穴位的按压，就会使人在夏天起到下火的作用，是吗？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它有食疗。食疗。对，这个就得有请出我的老父亲了。啊，老爷子，你要出马了是不是？啊，老爷子在这坐了半天啊，怎么弄这个？
我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啊，苦瓜扒鸡蛋。我给你下厨房给你抢单等着啊。好好好。您尝尝我这个鸡蛋扒苦瓜，你看这小孙子都急得不行了，他恨不得先尝尝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得尝尝。哎呀，这个味儿好啊，好吗？那真不错。今天到你们家来，吃到了这么香的炒鸡蛋，而且呢还学到了降火的小窍门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家庭第一轮最想升级家里什么东西？卡拉 OK 机。什么？那个电视因为有点坏了，就给我儿子当卡拉 OK 机了。其实是电视，他以为是卡拉 OK 机，带我去看一看好不好？我们要升级的就是家里的这台电视机，对，也就是小朋友说到的卡拉 OK 机啊。好了，这里有升级到家的标志牌，想升级什么东西就把它贴上去。来，交给你，宝贝儿，小男子汉啊。好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轮答题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从你们的家庭成员当中选出一位来答题，好不好？选谁？我选着妈妈。如果选我的话，我就给他们家添乱了，要杀杀没。我就给他们家添乱了。拜托，这是你的家，好不好？太可爱了，小朋友。好了，李楠是吧？对。好，来，请出列。大家都选你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脸比较大。真的吗？嗯。你在一个脸这么大的人面前说脸大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那时候脸皮比较厚。好了，在答题之前，想不想看一下我给你们准备的大电视？想看吗？想啊。哇哦！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喜欢。第一轮游戏规则：三题两胜，答题时间30秒，有一次向亲友团求助的机会，时间为60秒。答对了，立即升级旧物，并可选择继续第二轮游戏。答错了，我们将带走待升级的旧物。游戏结束。哎，刚才谁给我的手上画了一下来着？哦，天哪！刚才谁捏我来着？哦，天哪！你要知道，我吃过鸡蛋了。完了，这要不然我都白做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啦。来啊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第一题，丹田位于人体的什么部位 ？A. 肚脐上1.5寸或3寸。B. 肚脐。C.肚脐下1.5寸或3寸，计时开始，30秒钟。我这道题对你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。肚脐上3寸，这是胃哈？那肚脐就肚脐还是要丹田吗？那只剩第三个了。肚脐下1.5寸或3寸，嗯，是不是？对。作为一个对穴位有研究的人，这道题你要答错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以后没有人再敢让你按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除了我之外。哦。嗯。这道题答 C 有把握吗？有。有。好，现在我宣布这道题你回答 C， 所以你的回答是正确。恭喜啊！再答对一道题，这个就是你的了。啊，好，第二题。五岳病是常见的病症，它的症状表现是什么 ？A. 咳嗽、流鼻涕 ；B. 厌倦、易疲乏 ；C. 胸闷、气短。计时开始。五月份是上火，他就光记了一个上火这事儿了。对，你看五月份它容易上火吗？有答案了吗？选第二，春困、秋乏、夏打盹吗？选 B。嗯。确定吗？确定吧。确定吧。可能心里底气不是很足，是不是？确定吧。这道题到底是答对了，还是答对了，还是答错了呢？现在我来宣布，你的回答是正确的。很遗憾。答对了。电视机是你们的了。
好的，那么接下来第二轮是不是依然往前走？走，冲吧！走，好，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。哎，好了，第二轮想升级家里什么东西？是一台，哎呀，岁数。你不是跟我说你要升级老公的吗？可以吗？不行。真的可以吗？不行不行，这个可以有吗？听他说，听他说，行不行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他说领我去吃薯条。哦，他爸让你给你升级个爸爸，没准给你请你吃汉堡呢。我不一碗汉堡。好好好，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。哎，拜托，咱们开个玩笑，孩子当真了。我也哭了一会儿。对对对，没事啊，爸爸在这里，爸爸在这里。逗你玩呢。哎呦，你看看这爹高兴的，这儿子多好。逗你玩。这亲儿子，我跟你说，好了，第二轮咱们想升级家里什么东西？啊，电脑。电脑是吧？要升级的就是这台电脑是吗？对。现在不用了吗？不用了。好的，来，升级到家的标志，想升级什么就把它贴上去。好，交给你。老朋友，拜拜了。好，马上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第二轮的答题了啊！答题之前，来看一下我们准备的那台崭新的电脑，好吗？好。好，来。电脑好不好？太酷了，这好不好？这个能不能留下去看你妈了？嗯，那个宋老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感觉好像要我答题一样，我有点紧张。你可是吃了鸡蛋的人哦，还提醒我，你可是给我画了手的人，我跟你说。第二轮游戏规则：五题四胜，答题时间为30秒，有一次向亲友团求助的机会。亲友团可同时打电话上网查询，时间为60秒，答对了立即升级旧物，答错了我们将带走待升级的旧物。游戏结束。来吧，听好你的第一题，以下哪种文件通常是由针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？ A 超市的购物小票， B 文本文件， C 照片。计时开始。这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吧？照片不能用真实的，对吧？然后是那个超市的购物小票、文本文件、文本文件。文本文件肯定要打印出来。真实打印机啊！注意你的时间。我就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第一个 ，A， 超市的购物小票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真式打印机就是很古老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呢，那个小票瞅着就是很古老的那种打印机打印出来的。注意到上面有没有孔啊之类的？每一句都有没有孔，就有很多条形码。现在我宣布，第一题你回答 A， 超市的购物小票，所以你的回答是正确。没看那上面都带点，我要宋老师，啊，谢谢，主持的非常好，是吧？非常好。我觉得东北姑娘不仅仅是非常的开朗。直爽，而且呢还很智慧。谢谢，你不要再说我笨了，我今天就要为我的智商讨一个说法。哎，对，向全国的观众来讨一个说法。好的，听好你的第二题，下列哪种动物的血压最高 ？A. 长颈鹿 ，B. 大象 ，C. 河马。计时开始。血压最高。血压高的话，血压高不是个子高。不是，我就在想，你看咱供水是不是上不去水的、嗯、然后再跟他说你得给我二次加压，他得给我上来啊，那血压差不多呗，你看他那么高，你不得多加几次压吗？五四三二一，知道。长颈鹿。长颈鹿。嗯，你真的是根据它的高度来判断的吗？哎，是吧。好了，到底是不是呢？这道题回答 A 长颈鹿，现在我宣布你的回答是正确。一半了，一半了。哎呀，没错，一半了，一半已经属于你了，现在啊，这道题的正确答案的确是长颈鹿，而且你的推理是非常的有道理的。
长颈鹿的身高要求它们拥有比普通动物更高的血压，只有这样心脏才能够把血液输送到远在天边的大脑袋，太高了，血压才能上去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三题，第五套人民币中五角硬币的背面是哪种花的图案？ A 兰花， B 菊花， C 荷花。计时开始。兰花肯定不对，背面我们貌似五角硬币的背面貌似兰花、菊花、荷花都在身上找硬币呢，在那儿不能找啊，找到也不能算，啊，找到也不能看。兰花肯定不对，没见过兰花。兰花、菊花、荷花，我选第二个，菊花。菊花，貌似见过菊花。确定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死就死吧。一，时间到，告诉我哪个？菊花。菊花。B 是吧？懵呢？还是有印象？有印象，因为没见过荷花。我见过荷花，那硬币上看到过吗？有吗？不知道了，菊花。现在我宣布，这道题你回答 B， 菊花，所以你的回答是这错。我帮你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错误的。哎呀，很遗憾，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荷花。完了，查一下好了。花，荷花，菊花，对。哦，还真有硬币，你看看老爷子。兰花，五角的啊。五角，没有。接下来，两道题必须全部答对，才有可能会得到这台大电脑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的，在我国，夜间的环境噪声应不得超过多少分贝 ？A 30分贝 ，B 40分贝 ，C 50分贝。计时开始。我选择求助可以吗？可以，一分钟计时开始。30至少是我的美好愿望。30有点低吧，能达到这样吗？那也是我的愿望。查到没有？抓紧时间。好了，来，时间已经到了，告诉我最后答案。这样吧，我代表那个百姓表达一个良好的愿望吧。30。30分贝，是吧？确定吗？愿望嘛。愿望。你觉得噪音应该越低越好。对人产生的影响会越来越小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选择 A 30分贝，是吗？这道题你的回答是正确。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道题了，如果你答对的话，就是你的；如果答错，我们新旧都要带走啊，知道吗？如果答错，旧的也要带走，对不对？都得留下啊，知道啊。听好你的第五题。我好紧张。遇上公交车失火，乘客逃生使用安全锤。应敲打车窗的哪个位置？我是脚上。A 车窗中间。B 车窗四边。好像是。C 车窗四角。计时开始。脚肯定是中间，肯定是不是？因为我坐公交车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都它有是什么敲击口，都贴到标志出来了。对对，敲击口就是这样，好像是在脚四个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时间到，想清楚，最后一题了，说哪一个？四角。四角 C 车窗四角是不是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了。你的回答是正确。你想好了吗？正确。好了，现在我宣布这台电脑属于你们了。谢谢谢谢，辛苦辛苦辛苦，哎，出汗了。本节目奖品由海尔集团赞助提供，感谢海尔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哇，来
刚才啊，我们是在家里做游戏，现在我们来到大街上要继续我们的游戏。不过这一次我们会玩得更加惊险和刺激，因为我要一题定胜负，而且你身上有什么，我们就升级什么。好了，找人去吧。哎，两位，你好，耽误点时间好吗？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升级到家节目组，然后在街头呢会玩一些街头游戏啊，正好碰到你们，我跟你说，幸运就降临在你们身上。真的？当然了。街拍游戏规则，每个答题者只有一次答题机会，成功可将身上任意一件物品立即升级为3000元以内的新物品，失败我们将带走答题者的待升级物品。游戏结束，在你们身上找一样东西出来。鞋子吧。鞋子，你这双鞋子好不好？对，我要给我准备拖鞋了。你刚说什么？再次大声点。不是，你要给我准备拖鞋是吧？没问题，一定让他们给你准备一双最拉风的拖鞋。2014引领新潮流的拖鞋啊，好不好？行，那咱们现在就去找鞋子，好不好？走。有男朋友了吗？现在？没有，那个有点难缠，话题有了吧？那就直说了。马上我们开始答题了，请问，在温州有多少棵大树？温州有多少棵大树？对，那我开玩笑的哦。好了，真正的题目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有沉鱼落雁之容、闭月羞花之貌的美誉，请问，闭月指的是哪位美女 ？A. 貂蝉 ，B. 西施 ，C. 王昭君。30秒计时开始。对。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闭月指的是谁 ？A. 貂蝉 ，B. 西施 ，C. 王昭君。西施、王昭君。你们俩可以商量。王昭君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那是哪一个？告诉我。来，哪一个 ？C 是吧 ？C。C 啊，王昭君，为什么会选择王昭君呢？感觉就是一种感觉。这道题觉得自己答对了还是答错了？好像有点错了。有把握吗？没把握。所以现在我来宣布，你回答 C 王昭君，所以你的回答是错的。我猜了。正确答案应该是 A 貂蝉啊。来，我们把这个知识点来普及一下好不好？闭月就说的是貂蝉拜月的故事啊，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A， 貂蝉闭月是貂蝉的故事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按照游戏的规则，我们要换上这双拖鞋，好不好？来。好了，我得把你这双鞋先拿起来啊。首先非常感谢你今天很有勇气参加我们的这个挑战啊。虽然没有能够答对我们的题目，我要带走你的鞋，但是你这种勇于挑战的精神，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很值得赞赏，好不好？啊，以后别人再问你关于四大美人的故事，你一定要知道答案，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美人。感谢参与我们的节目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到了，就在这个小区，走。炎炎夏日啊，这个人呢很容易中暑，那一旦中暑了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这个温州家庭啊，他们有一个有关于治疗中暑的小窍门啊，咱们赶快去学一学吧。好了，就在这家，敲门。你好。来了。有人答应我。来了，会是谁呢？哎。哎，你好，老师，你好。主持人你好帅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本人帅还是电视上帅？本人对，看上去特别强壮。真的吗？壮，特别壮。我一直以为我很壮，后来看到我节目里两个壮汉之后，发现我还要练一练。我来你们家呢，我知道你们家会有一些这个解暑的小妙招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因为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是吗？有什么宝贝啊？这个是吧？来，你来看一下。好，你先闻一下。
什么东西？哦，好重的酒味儿啊！是的，你猜一下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这真猜不到，这个都。把你的手给我。手。这儿。好。给你擦一下啊。好。这儿。哎，有点打针的感觉。好凉啊！好凉啊！有这样效果。这儿给你擦一下。哎。舒服吧？对对，挺凉。有什么感觉？就觉得特别凉。是特别凉。啊。水。是吗？解暑。啊。这秘宝。到底是什么？先要公布一下。对。锵锵。这是什么呢？让我告诉你吧，这是薄荷。薄荷的话，我们超市上有，我们就买过来，或者是我们家养的也可以，自己种，对。而且我们从买的时候不用担心它有农药，因为它本身它就是驱蚊，哦，对，特别健康。对对对，那薄荷叶怎么做出来的呢？然后我们这样子啊，就是把它一些叶子啊示范一下，剪了之后呢，这是我事先准备好的那个水，我们通常在水里给它洗一下。然后放到我们之间准备好，然后我们加一点经常备的白酒，就这样泡一下。通常的话就是我们要给它密封一下。为什么要密封起来？酒精会挥发呀。对了，这个很重要，酒精挥发的特别快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那这样放大概多久就可以使用了呢？通常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了。要放这么长时间？但是我这可是放了一年的宝贝。就是时间越久反而会越好，对，只要密封好就没问题。这个的话不仅可以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可以擦，还可以喝。可以喝呀？对，它喝的作用其实跟擦拭是一样的啊，就是不仅仅是外用，还可以内服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刚才你给我擦这个水的时候，为什么非要擦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呢？哦，因为是这样子的，像我们这些就是说关节的内侧哦，经常是血管密集的地方，而皮肤又比较薄，然后散热的话，这些地方散热就特别快。因为我们的薄荷醇它能够溶于酒精，我们的乙醇它的作用就会更加的好，挥发性更强，就把我们身体里的热给带出来了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呢，我到你们家来是给你们升级的。第一轮答题，最想升级家里什么东西？最想升级我妈的一部手机。手机，妈妈的一部手机是不是？对，特别小，用了挺长时间的，对吧？对。想升级成一个什么样的手机？比较大屏的，然后里面功能也多。好了，来。我这里有升级到家的标志牌，想升级什么东西就把它贴上去，好吗？好，来，贴上去。OK。好了，马上要开始我们这个家庭的第一轮答题了。首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紧张吗？让我深吸一口气啊。好。好。为了缓解一下你紧张的情绪，我打算给你看一下我们准备的崭新的那台手机，好不好？好。要吗？要。哇！看到了没？看到了。太棒了！上面贴了一个升级到家的标志。看到，看到。最新款。让我看到。啊！让我摸一下。不给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动力。第一轮游戏规则：三题两胜，答题时间30秒，有一次向亲友团求助的机会，时间为60秒。答对了，立即升级旧物，并可选择继续第二轮游戏。答错了，我们将带走待升级的旧物，游戏结束。听好题目，在吃菠萝时，不宜与下列哪种食物同时食用 ？A. 鸡蛋 ，B. 牛肉 ，C. 蜂蜜。计时开始。这个有点难。吃菠萝的时候，不能跟哪种食物一块儿吃啊 ？A 是鸡蛋 ，B 是牛肉 ，C 是蜂蜜。好好想一想。我只能猜一个了。时间还有，菠萝不能和哪个一起吃？鸡蛋，对吗？在问我吗？我觉得有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鸡蛋。A 鸡蛋，为什么选择了鸡蛋？好像在哪里有听说过。啊，你们觉得他答对了吗？对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他不相信我。对。好了，抓紧时间来宣布结果啊！这道题你回答 A 鸡蛋，所以你的回答是正确。Yeah! 好，恭喜你啊！第一题就答对了。第二题如果继续答对会怎么样？手机就是我的。我们的了，好想要呀！我们的了啊，对，好，来，马上开始第二题。
微量元素指下列哪一类元素？ A 人体需要量很少的， B 人体吸收率很低的， C 人体利用率很低的。计时开始。求助，求助。好，一分钟计时开始，你们可以商量。 A 对吧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 A 吗？ A 是 A 是吧？嗯，可以考虑吗？我好相信大家的。好，相信大家啊。你为什么那么自信呢？听过。听过。是的。万一要是听错的话，我跟你说这个不给。还有机会啊。第三题。好，这道题也是很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是的。现在我来宣布这道题，你回答 A， 人体需要量很少的，所以你的回答是正确的。正确的。没错的。不用百分之五，肯定是对的。对呀。很遗憾，答对了。哇，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你们啊。接下来我要问的是第二关是否依然继续。继续。好，升级家里什么东西？电视机。电视机是这台电视机吗？没错。好像很旧了。对，是的，有点。大概有多长时间？这个有十年了吧。对对对，有十年了。好，这里有升级到家的标志牌，想升级什么东西就把它贴上去，交给你。交给我吧。来，抢抢这个。好，马上要开始第二轮答题了，现在你的心情怎么样？我觉得第二轮会有那么点让我又觉得有点紧张的部分，因为它的电视机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为什么？我老想看电视了。哦，所以电视机如果一旦被拿走就麻烦了。对。好，答题之前呢，嘿嘿，我的电视机。对。我的电视机在哪里？来看一下啊。来了。哇，这个好美。哎，啊，怎么样？来来，摸一摸，亲密接触一下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真难受。好，怎么样？这个够不够大？够大，太大。我得想想这个放哪儿，很薄，很薄，是吧？啊。第二轮游戏规则：五题四胜，答题时间为30秒，有一次向亲友团求助的机会。亲友团可同时打电话上网查询，时间为60秒，答对了立即升级旧物，答错了我们将带走待升级的旧物。游戏结束。好，来准备啊，五题四胜第一题。好，我们在网上查看手机参数时会发现除了 CPU 之外还有一个 GPU， 请问这个 GPU 指的是什么？ A 图形处理器， B 加速处理器， C 声音处理器。计时开始。GPU 是什么？图形。你也可以选择求助。对，图形、加速、声音，是哪一个 ？GPU。五、四、三。我求助。啊，求助是吧？好，一分钟计时开始。哎，就是那个图形那个叫什么？真的？你先查一下，确定一下。对对对，图形处理器。浪费一次求助机会。那会不会重新来过？那你觉得了呢？好了，有没有答案给我？图形处理器。图形处理器 A， 你的回答是正确。哎，也不要紧的，还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大家没有蹦起来很开心，是因为把这个求助的机会给浪费掉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确实是我不知道这题啊。来，听好第二题，下列哪种凉席是最凉快的 ？A. 竹席 ，B. 藤席 ，C.牛皮席。计时开始。还有牛皮席吗？当然了，我都睡过。你觉得凉快吗？我觉得。你问我的是我问你。我想一下。为什么答 ？A 是竹席 ，B 是藤席 ，C 是牛皮席，到底哪一个？到底是哪一个？抓紧时间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选到 C 牛皮席，对吗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也睡呀。哦，因为我睡牛皮席，所以凉快嘛，哪个凉快睡哪个嘛，对吧？哎，牛皮席凉快，可是也许竹席也凉快呢，藤席也凉快呢，更凉快的，对，更凉快，嗯。猜一次吧，只能是猜一下吧。其实就是猜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现在我来宣布答案，你回答 C， 电视机牛皮席，所以你的回答是正确，错误的。
A， 正确答案是 A， 竹席。早又不说，你怎么老是按油笔洗啊？你就下次就不要买油笔洗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正确答案应该是 A， 竹席。竹席是凉性最大的凉席。好了，来，马上听到你的第三题。中国最早记录日食的是哪本文献 ？A， 书经 ；B， 诗经 ；C， 山海经。计时开始。诗经和山海经啊，这三个经到底是哪一个？是哪一本文献？时间过去了20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C， 山海经。为什么会选择 C 山海经呢？告诉我。懵的。我又懵的，好像不太靠谱的感觉啊。其实你也不知道，对吗？我的智商是硬伤。其实我大概能感觉到你为什么要蒙这个山海经。你觉得长？不是因为它最长啊。是因为它什么？因为山海经都是讲一些天文地理的知识。那么到底今天你蒙是蒙对了还是蒙错了呢？所以我的答案，你的回答是正确的。错误的。哎呀，非常遗憾。太可惜了。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， 书经。老答案老选 A， 这样不道德啊！我们应该换一个答案。这跟道德没关系啊。对，我来解释一下，我国最早关于日食的记录来自于《尚书》，《尚书》又称《书经》，《书经日食》也称《仲康日食》，所以正确答案是 A， 书经。明白？明白。所以，不要麻烦他。不要麻烦他们两个，不要麻烦他们两个。我要先把这台新的电视机带走了，好吗？好吧，没关系。其实我们不是赢得了一个崭新的手机吗？对，我们还有手机呢。对啊，是的。这么一想，心情就不一样了吧？对，至少我们还有得到的。对，不要让他从我的视线中离开。拜拜。哎，遗憾是遗憾，不过没办法。嗯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这台旧电视机也要带走，来，我的都没有啦，赶快忘掉那台电视机吧。对，我有手机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的新手机上，好吗？好，感谢这个家庭参与我们升级到家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这好像是跟主持人同款，真的？对，我刚看到他的手机也这样。很遗憾，在第二轮的答题当中，他们没有能够顺利过关，所以电视机也被我带走了。没办法，游戏的规则就是这样，必须要靠自己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收吧。我们自己家里是一个石油支架。升级身上什么东西？你别把我给拿出去啊！他说：“别把我拿出去。”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说的是谁呀？就是他呀。谢谢宋老师啊！你的回答是正确。